调涨方案，但故此失彼，民怨四起。不仅工业用户哀嚎被视为新冠疫情冲击海啸第一排的观光旅馆，也没有被列入冻涨名单。业界担强烈的反弹，担心再引发一波歇业潮。另外，针对高中以下学校用电冻涨，大学以上学校用电则比照用电大户大涨15%，也让各大学跳脚认为做法有失公允。